持白色请帖的来宾请往左。三位是没有请帖吧？金色师傅，你爷发放的金色请帖也不过无耻之术，是哪家的公子？北方有佳人，江上有蛤蟆。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曼陀罗花结诗会正式开始。作诗只会呱呱呱的乡野之美，有本事倒是上啊。